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，身体留着你一半的血，这感觉多奇妙！全全是不是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有了一个儿子，叫我爸。亮亮爸爸。 我有爸爸了，我有爸爸了，我有爸爸啦！你只能说想我爱我，最多加个敏慧，听见没？ 知道了，小气爸爸。对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任何人来你都不许开门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样子很容易引狼入室的？天启是人，又不是狼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啊？ 是不是要做人工呼吸啊？不愧是我亲儿子，还是爱心的呀。圈圈，啊，你怎么可以穿着外面的信息进屋里啊？好看呀，好看呀。今天到幼儿园之后带他去兜风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谢谢亲戚。 吃吗？哎，上面有我的口水。快让爸爸给你讲故事，好不好？好。亲亲，你好吧。 全全味巧克力就是好吃，咦，你嘴这么甜，当初也是这么哄妈咪，所以你们才在一起了是吗？你瞎说什么？好笑吗？不好笑。好笑。好笑啊！ 圈圈，我们三个去做一个属于我们一家三口的蛋糕，好不好？好。